今天给大家做一期 RV 减速机的拆箱视频，里面附有一份说明书，合格证，还配有 O 型圈。这个是减速机齿轮轴，这里是一台201 RV 减速机的本体，然后我们取出齿轮轴，装机示范一下。这台201样机的减速比是121比，也就是说，输入端连接电机转动121圈。输出盘面转动一圈，因此获取较大的输出扭矩。另外，输入端与伺服电机链接，还需要加装一个连接法兰盖。输出端链接方式可以自定义，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。谢谢大家观看。